嗯，这么晚，让我担心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吓死我了！你说我怎么在这儿？全是汗，没那个胆子就不要说那种话，说了又害怕。我刚看你下台，都快同手同脚了。你别说了，我这都是为了谁啊？其实刚才在台上，我说完那些话之后，我特别怕挨你骂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从上次收购事件之后，我答应你要好好做人的，现在又不当人。嗯，你的觉悟还挺高。对啊。不过，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。Smelly 是个很好的人，那些说他的人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，也不想知道他的好。Smelly 他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手，注意，我说的是职业选手。谁在说 Smelly 姐姐坏话？我说什么？我能说什么？我奉劝各位，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我的房间没有 Smelly 姐姐坏话，没意思，会疯的。我帮他说话跟过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与他为敌，你们就不要再关注我了。非常感人，我深受启发。放心吧。站在全国总决赛领奖台上的，很遗憾，虽然不是 ZGDX， 但记住，我会替成哥举起那冠军的奖杯的。嫉妒不会使人进步的，有空在这叨叨，还不如花点时间提升自己。听见没？我媳妇儿话糙理不糙。嗯。采访。看了呀。很有魅力的女人。所以才说呀，陆思成那个小子是。怎么说来着？祖坟上冒青烟了。对，就是这句话。祖坟上，就是这个。那我给你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去了？不不，朋友们，等一下啊！太恶心了吧！居然寄蟑螂，变态吧！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，阴险！看，哎，这还有封信，写的什么？写啥？先给你个小教训，这么嚣张，以后比赛你都别上，观众席离选手席也没多远。这一看就冲童谣来的，我赶紧把它拿走吧。太恶心了，我要先拍照。啊，对，这都是证据。进入证据。还有这个，也拍一下。喂，警察同志你好，我报警。这个人疯了吧？什么怨什么仇啊？下这么狠的手，不疯能干出这种事？没事，忍住。那个快递盒子里面还有蟑螂，刀片和死老鼠才是标配，他们换成蟑螂，一定是我在直播间多嘴说过我怕蟑螂。我怎么不说我有钻石黄金恐惧症啊？眼泪都流出来了，还说那么多？那是疼的，你都快把整瓶酒精洒在我手上了，你知道有多疼吗？
没有我心疼。应该没事吧？走走走走。好啦，别打架了。我困了，但是手疼，想让队长抱着睡。三点多了，怎么这么晚回来？让我担心。睡吧。